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我昨天晚上好像梦见了慕容仙子，好奇怪啊。好了，再试试说出我的愿望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要一个很大的草莓蛋糕和 bling bling 的公主裙。好了，现在洗漱吃早餐去上学了。小五，你今天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呢。是啊，三哥，我特别开心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神奇的梦。小五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是梦魔仙子，专门帮小朋友实现美好愿望的。今天轮到你了，如果你明天睡醒后，你再说出你内心的愿望，等你放学回家后，就会看到神奇的事情发生哦。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呢，我也要赶紧试一试。这也太可笑了，我才不相信有什么梦魔仙子呢。小五，你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在这里瞎编骗人吗？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也来试一下。千仞雪，你也赶紧试试吧，万一被变成奇怪的东西就不好了。切，我才不害怕呢，他要是赶出来我就一起打他。同学们放学了，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。我过生日，邀请大家一起去我家玩吧。太好了，迫不及待想看看梦魔仙子的魔法了。小五，我也要去看看，如果没有梦魔仙子的话，我就念谣嘲讽你们，想想就很有趣的样子。哇塞，我的愿望真的实现了，这就是我早晨出门许的愿望。来吧，我请大家吃美味的草莓蛋糕。咦，千仞雪去哪里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快来人救救我呀，我怎么变成狗头怪了？我也想吃草莓蛋糕呀。孩子们，妈妈现在有事要出去，你们一定要乖乖的把感冒药喝了，知道了吗？妈妈，我们知道了。喵喵喵，这药真的好苦啊。五六七哥哥千仞雪姐姐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喵喵喵，饿，这个药真的好苦啊。五六七哥哥，我也回去睡觉去了。我不想喝药，药真的太苦了，我要想办法把这个药倒掉。有了。妹妹还小，我偷偷把药倒在妹妹床上，然后说是她尿床了，这样大家肯定不会知道这是我没有喝掉的药。哎呀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五六七哥哥，咱们一起去玩游戏呀。我的头好疼啊，你还是自己玩吧。哎呀，哥哥，你的脸好红啊，你没喝感冒药吗？我怎么可能没喝？孩子们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呀！小五出什么事了？小五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尿床了，我不是乖小孩。小五没事的，你还是小孩子，尿床很正常的。就是啊，小五你放心，妈妈不会怪你的。我现在就给你收拾一下。不对，这是感冒药水的味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三个里面肯定有人没喝感冒药，都跟我来客厅。不行，我一定不能让大家知道是我把感冒药水洒到了小五妹妹的床上，要不然妈妈肯定会收拾我的。我得想个办法让妈妈误会千仞雪妹妹。你们三个到底是谁没有喝药水？如果现在那个人承认错误的话，我就可以原谅他，要是被我抓到了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惩罚他的。妈妈，我乖乖喝了药的，五六七哥哥和千仞雪姐姐都是看到了的，不信你问问他们。五六七千仞雪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，小五妹妹确实喝了药就回房间了。那就是你们两个了，五六七千仞雪，你们到底谁没有喝药？妈妈，我亲眼看到是千仞雪妹妹没有喝药，然后把药水倒在了小五妹妹的床上。啊，五六七哥哥，我明明把药喝了呀，你为什么要冤枉我？阿雪妹妹，你就不要再撒谎了，哥哥不能再包庇你了。你赶紧向妈妈承认错误吧。妈妈，真的不是我做的，肯定是哥哥做的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冤枉我。妈妈，就是妹妹做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吵得我头都大了。小五和爸爸吃饭还是妈妈吃饭？杰瑞帮我选择。
花三是和妈妈一起吃饭。小红俊和妈妈一起睡觉，还是和爸爸一起睡？杰瑞帮我选择。耶，是和妈妈一起睡。比比东是和爸爸一起生活，还是和妈妈一起生活？杰瑞帮我选择。哇，我要和妈妈一起去生活了。可恶，为什么杰瑞选妈妈不选爸爸？是我们让杰瑞选妈妈不选爸爸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爸爸，你们都太过分了。小红俊，快上床睡觉。爸爸，我来了。哎呀，被子里怎么一股脚臭味啊？爸爸，你是不是没有洗脚啊？我忘记了，我现在去洗。好了，我洗完脚了，我们快睡觉吧。爸爸，你怎么在被子里放屁呀？好臭啊。哎呀，我没忍住。我不要和爸爸你睡觉了。我爸爸是不爱干净，每次睡觉不洗脚，还在被窝里放臭屁，难闻死了。我下次不会这样了。还有爸爸你，我不和你一起吃饭是因为爸爸妈妈回来吃早饭啦。我们来了。啊，爸爸，你的嘴巴怎么这么臭？你是不是没有刷牙？哎呀，爸爸忘记刷牙了，等吃完饭再去。不行，爸爸，你嘴巴一股味道，太难闻了，现在去刷牙。哼，我就不去刷，我先吃饭，吃完再去刷。爸爸，我不要和你一起吃饭了。我不和爸爸你一起吃饭，就是因为爸爸你不爱干净，不讲卫生，每天早上起来不刷牙就吃饭，嘴巴一股味道。我知道错了。我爸爸倒很爱干净。啊，那为什么你不和爸爸一起去生活？因为他总凶我。爸爸妈妈，你们看，我这次可是考了98分，是全班第一名。哇塞，比比东好厉害呀，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名。妈妈带你去游乐园玩。哦耶，去游乐园玩喽。不许去玩，才考了98分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，都不是100分。比比东，你这次考试太差劲了，别我去复习，哪也不许去。爸爸，我考完试就放暑假了，我想休息一下。别想休息，等你什么时候考了100分才可以休息。爸爸，你太坏了。我的爸爸只会批评我，我是第一名，他也不鼓励我，我才不要和爸爸一起去生活。孩子们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你们就原谅爸爸们这一次吧。真的吗？爸爸，你们真的会变得干净温柔，不凶我们吗？我们会的。